来神奈川县看看极具性价比的房子，房内大面积并拥有三间卧室，到附近交通站点徒步四分钟，既适合家庭居住，也满足日常通勤的便利性。另外，这套房还具十年保修的安心特色哦。本套房周边有着各式商铺、餐厅，还有很多特色的物产店，生活机能完善，离狮象站徒步约四分钟。公寓楼下就是可供孩子们玩耍的小公园。秋天到了，树叶都逐渐泛黄，充满秋意，实在是情不自禁地驻足欣赏了起来。回归正题，该公寓共七层，125户，本套房位于第七层，专有面积72平方米，3LDK。来到第七楼，带大家浅看下公寓前的秋景。来到本套房产的大门，进门为玄关，左侧为鞋柜，穿过走廊来到客餐厅空间，采光极佳，有一面接连阳台的落地窗，窗外视野开阔，无遮挡。来到第一间用推拉门隔开来的卧室，有一面接连阳台的落地窗与衣物收纳柜。来到厨房，配有小烤箱等厨具设备。来到第二间同样用推拉门隔开的卧室，配衣柜。接着看看第三间卧室，配有一扇大窗和衣物收纳空间，卫浴空间干湿分离，配智能坐便。来到盥洗室，浴室的设计大气沉稳，设有洗衣机放置位，有许多收纳隔层，洗面台的镜子后也都是可放洗护用品的收纳柜。这样一套大面积宜居家庭房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可以评论让我们知道哦。如果对这套房产感兴趣，请联系我们吧。文华株式会社为您提供日本好房资讯。